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嗱，嗰個鑽石公主號遊輪，即係呢個特區政府個入境處帶咗成幾廿人個特遣部隊咧，就走去嚇，即係接翻嗰啲喺船上嘅香港人啦，外國就叫撤僑啦，係嘛？咁我哋又未獨立啊，等下。陳浩天攞撚咗諾貝爾和平獎，睇下有冇得獨立啦，係嘛？咁所以就唔係叫撤僑啦，唔知撤乜春啦，撤啲港人翻嚟啦，係咪？咁今日咧就嗱，即係有106人就坐第一班嘅，即係今日翻咗嚟嘅嚇。咁國泰啊，我琴日都有講過㗎啦，琴日做踢爆嘅時候都主要，琴日就講嗰、那個即係喺船上隔離嗰種錯誤啊。咁啊，106人。咁另外最快咧就可以坐第二班機嘅，咁就有154人。咁另外有10几个人咧就拒絕上機，啊，即係未攞到嗰個檢測確認書，所以就即係唔上得機住。咁另外有啲人咧就喺醫院度啊，有幾多個人喺醫院度咧？有55个香港人喺醫院就醫緊，另外有33个咧就係留喺日本度觀察，仲要。即係可能佢嘅隔離期未足啊，因為個時間大家都睇到話2个星期7号，咁跟住即係有先有後噶嘛，有啲係嘛，咁就可以可能係出現咁啊。咁而家就即係翻咗嚟嘅咧，就第一批就106人，跟住第二批咧就會跟住翻嚟嘅就154人，咁加埋咧都係260人啫。嗱，咁另外就有88个就仲喺日本嘅，咁就唔喺只船度，喺醫院。OK， 同埋。有30几个就觀察喺醫院嗰啲咧，就係確診嘅。咁就確診嘅人數都好多，係咪？即係香港人都唔少嘅，係嘛？咁原本即係今晚咧就會飛嘅第二班，後來就延遲咗啊。咁啊即係其實初估計就今晚一定可以翻到嚟嘅。咁啊，跟住就可能因為其他因素就延遲咗啦。啊，咁船上總共有65个香港人確診嘅，即係泊住喺香港確診嘅人數。咁呢個唔奇啦，係咪？咁你成隻船3700人都有542个人截至即係18号為止，六分嚇，六分一、七分一，咁都好得人驚啦，係咪？咁嗰個就好明顯就係因為喺隻船入邊啦，而家就即係又孔明又大家都講乜都得啦，係咪？咁啊空氣又唔係好流通啊，接觸啊比較近啲啊，咁就證明日本仔初即係俾佢哋喺隻船度隔離呢個錯啦，係咪？即係一定係錯噶啦，老實講。咁就低位佢咁樣做嘅時候，你又唔可以話佢錯喎，係嘛？佢嘅諗法好簡單，我擺曬喺船度，你唔使落嚟嘢，我啲人先喺呢度隔離咗先，係嘛？有事嘅就去醫院，就咁樣啊嘛，係咪？咁但係結果咧，擺喺度大鑊啊！你諗一個80岁嘅香港人就夜到咁樣乘船係咁，你話嗰個傳染性幾緊要咧？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即係個社區爆發唔係好嚴重咧，即係香港都仲係一個福地，咁但係。就好難講喎，而家係啊 ，touch wood 啊，唔係一定話即係而家睇到嘅將來都係咁樣嘅趨勢嚟嘅，可能有第二波咁成嗱，講到即係因為議員喺度啦，咁民建聯嘅鄭永信咧就殺去呢個環賓係嘛，即係做好多功夫，即係所以佢對於個九西個位都好緊張，因為佢啱啱先係補選入去冇幾耐，吳家產跟住落嚟整個咁嘅運動，搞到佢冇得撈係咪？跟住聽講啊蔣麗雲又唔想落台，係嘛？唔想讓個位出嚟，咁點算咧？係咪？咁你如果你老實講，兩個人拍埋，你梗係俾阿信仔繼續做啦，係咪？咁但係呢個蔣婆娘，佢又好恨做噶嘛，大佬。係阿元秋娛樂性高少少。因為你九世咧，你民主派
即係六個席位裏邊攞緊四席咁啊，上一屆都四席㗎，係咪？黃碧雲、毛孟靜加埋劉小麗同埋呢一個游慧晶四條女，啊，建制派有兩條女，全女班嘛，唯一一個男嘅俾人踢走嗰個就叫黃毓民啊嘛，咁啊全部咪全女咯，全女班。好啦，全女班而家多咗個男嘅入去就補選入咗去，係咪？咁都係陰多陽少。咁好啦，你下一屆得嗰兩個位踢走梁美芬啊，係咪？俾你民建聯鄭榮信加呢個蔣麗雲啊，冇可能噶嘛，係咪？梁美芬即刻同你反面啦，即刻屌你咩棄暗投明啦，可能係啊嘛，即刻話自己係黃嗰啲嘛，係咪？屌你真係冇可能啊，就打餐飽嘅。好啦，有咗呢個運動之後，你係驚屌你即係當然咧喺九西我就諗唔到有咩理由你建制派兩席攞唔到啦，係咪？即係呢個比例代表制，你話俾泛民非建制派攞五席，你得一席，呢個冇可能嘅。咁但係你冇可能民建聯兩席噶嘛。咁所以你蔣麗雲同呢個鄭榮信之間係咪？咁所以而家佢咁勇咧，蔣麗雲看在眼裏，就恨在心頭。我話俾你聽啊，屌阿秋姐話你又僆仔咁快，你係想作反啦？屌你阿姐，阿姐讓俾你做就得係咪？阿姐冇話唔做，你又唔使旨意咁。咁或者你希望攞兩席啦，係咪？或者叫佢增加多一席啦，因為喺第二個區減一席啊，睇得唔得？所以即係你想睇到鄭榮信都落力啦。我想講嘅就係、是、啲建制派議員咧，你留意到佢哋真係喺呢一個所謂即係肺炎呢、這個疫情好嚴峻期間，佢哋真係即係陸陸續續。你唔好理佢係咪為咗選舉，佢哋真係實牙實齒做咗好多嘢噶，係咪先？包括啲區議會議員都係噶，係嘛？咁但係即係相比之下，非建制派就好似爭少少喎。嗱，咁你有得賴嘅，屌我冇錢啊，冇資源啊嘛，佢哋大把錢啊嘛，係咪？係咪咁咧？你估？呢個某程度係嘅，咁同埋第一就第二就係、是，即係啱講到最大鑊就係有好多係大陸啊嘛，咁樣咁佢嗰啲其實難聽啲，我哋呢啲好難 access 佢哋，即係好難去接觸到嗰啲人物啊嘛。咁所以其實有一啲位置其實你問我佢哋都有攞緊分嘅，例如即係幫即係你問我香港人都有啲中意睇嗰啲即係幫人嗰啲啦，咁樣咁你話即係幫湖北嗰班咁，其實都係建制派嘅專利咁滯啦，已經係咁我哋呢啲其實都即係我哋即係唔同 party 唔同做法啦，我哋呢啲單頭嘅可能都淨係更加冇資源，更加冇都冇來源，係啊冇資源冇來源，咁我哋就。做好自己的區，令到個疫情唔好喺個區。因為滯留喺湖北嗰啲香港人咧，佢哋即係第一時間要諗，如果揾政黨幫手，梗係揾建制派政黨啦，係咪？穩陣啲啊嘛，係咪？呢個好自然喎，佢唔會揾你非建制派，揾民主黨、揾公民黨，佢唔會噶嘛。佢梗係揾你建制派政黨嘛，係咪？喂，我而家人喺中國喎，係咪？咁你哋即係中國關係比較好啲嘅，梗係揾佢哋噶嘛。呢個係好正常嘅，我覺得係，係咪？所以佢哋即係。在這個問題上面或者在這個事工上面他們 有得著呢就因為他是建制派那當然他肯去做才行大哥是吧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嘛是不是那你即鄭榮信都挺勇的是不是是這樣撲過去是吧即是當然現在即是遊輪的問題其實就即應該就等於解決了的啦，係咪？翻咗嚟呢啲咁你要隔離噶嘛，係咪？咁佢哋其實都好樂意翻嚟嘅，係嘛？你屈喺只船度做咩啊？其實晨早就應該要去啦，係咪？咁但係因為佢要隔離14日，咁你要同日本政府講數啊嘛，係嘛？咁而家呢種情況就係話呢一種喺船上隔離已經唔 work 啦，係嘛？咁你國即係個國家派即係專機走去設橋，咁佢一定要接受嘅，係咪？但係咧。講到隔離，咁我哋喺邊度隔離咧？就去呢一個火炭嗰個駿陽村，係嘛？咁啲火炭嘅居民又喺度鬼殺咁嘈，係嘛？咁點解唔去解放軍營咧？咁撚多軍營，係咪啊？十室九空嘅，淨係睇下九龍塘嗰個喺我哋住到嘅附近，如果你嗰個軍營係咩？我以前記得僆仔嘅時候，我哋成日入去嘅喎，有好多活動就可以入去嘅喎，係咪？要有溝鬼妹添啊！嗰陣時喺九龍塘讀書入去，係啊，成日有活動嘅。挑而家冚家產到鬼屋咁嘅，係咪先？咁嗰啲唔可以做隔離營啊！你係唔敢鬥佢啊嘛，就係、是、咁。你解放軍唔係上次
即係幫手鋪路嘅咩？係係。咁你上次都可以幫手鋪路咯，咁多路俾人掘咗之後，你就鋪路咯。咁呢鋪你點解唔可以嚇？即係開放個軍營出嚟做隔離營啫？點解要去民居啫？啱唔啱啊？喂，真係軍營嘅喎，加拿大係軍營，美國撤橋翻去又係軍營，全部都軍營噶。軍營係安全同埋真係方便噶嘛？其實係你明唔明啊？咁你香港啲解放軍，你驚佢真係染咗啲解放軍啦，係咪？即係佢信唔過你啲香港人啊嘛，因為可能係係咪？其實可以喺軍營隔離嘅，而家好過你就去揾民居揾啲屋村，係咪？又係引起爭議，係咪？斬搞係咪？咁但係即係呢種隔離去到呢條村，咁佢而家點？我都覺得即係穩唔穩陣都係一個問題。即係有啲人可能會擔心，就係話呢啲翻咗嚟呢幾百人，係咪？咁如果萬一會發現有確診嘅，咁點咧？咁即係又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咪？咁所以即係唉，而家即係好難搞。咁但係張建宗話疫情已經受到控制，屌你真係，咁即係冇嘢啦。冇嘢喎，所以我哋三個都做節目都唔戴口罩嘅，如果口沫橫飛都唔戴口罩。你多啲啊，其他冇。你保育咁屌我多啲，你咪大禮物咯，好快嘅啫嘛啲口沫係咪？咁好啦，我哋啊即係希望阿 Ken 議員啊即係順順利利嚇，最緊要龍精虎猛。百毒不侵，身體健康，咁你先至可以為我。喂，咁講下講你，譬如你哋而家成日喺街度，你自己驚唔驚都即係會有風險啊？都驚啊，因為始終即係個個都係 home office， 我哋冇得 home office 噶咁樣。即係我哋嗰個做法係即係始終做區啲街坊啊嘛，係見面街坊啊嘛。咁同埋是我自己做公共屋邨，人口密度高，即係就算點少人都可能喺周街廿零卅人咁樣。要見人咁，有好多人會圍住你咁樣，咁所以好難避免嘅咁樣，咁所以就真係即係聽天由命啦。你個政府咁廢，冇計，聽天由命，而家都係冇辦法。好，咁啊，希望你啊順順利利啊。好。咁啊，長者生日會啊，容後再議啊，因為而家咁嘅環境啊，真係即係比較困難啲啊。咁我哋希望阿 Ken 咧就即係嚇可以。因為你攞咁高票，大佬係嘛？咁你懟冧嗰個梁美芬條僆，咁你要做翻場好戲俾人睇下先得嘅嚇。好，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聽電話。